把那个可调节的水管，然后和包里固定好了，然后再把这个胶皮管，把那个胶皮水管和这个进水口这里安装上。好，再说，这是可调节的水龙头。然后越往一个方向拧，它是慢慢的关死，然后往另一个方向拧，它会慢慢变大，再往这儿拧，慢慢的小。好，然后再启动电源开关，把那个插座插好了，启动电源开关，按这个绿的按一下。